杰伦最近带一家人一同飞往欧洲工作兼旅游。近一周，杰伦上传了一段五岁儿子 Romeo 漫步街头的背影影片。只见 Romeo 戴着口罩，身穿深蓝色长袖上衣搭配牛仔裤，低着头，双手插口袋，在街头漫步。小小身影流露出潇洒氛围，让周杰伦都忍不住直呼他到底在潇洒个什么劲儿？走路有风呢，还 hashtag like father like son。粉丝们看到 Romeo 的影片后，也纷纷幽默留言：因为我爸周杰伦，我爸爸如果周杰伦，我走路用飞的喽，很有哥的感觉，像在 MV 里逛。同时也有很多网友称赞 Romeo 很可爱啊。Thank you.